所以我其实觉得我可以感受到他们现在的那个压力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要把它做好。我在 feel for 那个 team spirit。 整个重建屋子来到这里做国度罗优，我觉得我学到很多很多东西，让我感觉到非常感恩的。经过我们这次帮忙以后，会有自制能力，会更了解更多的防范水灾，会有一些小技巧的，让他们重建家园，让他们有保护自己的能力。希望呢，我所给他们的明天，让他们可以好好的用。